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爆发新一轮冲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超5000枚火箭弹，随后以方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并展开大规模报复行动。截至当地时间10月9日晚，巴以新一轮冲突已造成逾1600人身亡。中东问题专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虽然本轮冲突事发突然，但背后仍有脉络可循。这一次的巴以冲突啊，它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我们知道的，中东和平进程长期停滞不前嘛，在长期停滞不前的这样一种背景下，巴勒斯坦面临的处境越来越尴尬，越来越困难。我们就说哈马斯所在的加沙地带，加沙地带10多年来啊，从2007年以后一直被以色列严密封锁的。现在被形容为是地球上最大的露天监狱嘛，哈马斯他都接触不上以色列，那接触以色列只能用火箭弹，那么火箭弹呢也遭到以色列的这个严厉的报复啊，所以他造成这样的困境。那么具体直接的还有个小的背景呢，就是今年以来巴以关系越来越紧张，这些政府呢有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势力加入了进来。李少先分析，哈马斯主动攻击以色列，挑起本轮巴以冲突，有3个希望达到的目的。他针对以色列这届政府不断的挑衅宗教圣地，不断的这个挑衅，捅这个巴勒斯坦人的底线啊，红线。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行动呢，来这个发出对应。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行动。实际上是想阻挡或者说干扰现在正在推进中的美国接力推进中的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交这样一个进程。与此同时，他通过这样的行动呢抓捕更多的以色列人以使得他未来和以色列谈判中有更多的筹码。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历史积怨已久，曾爆发过多次中东战争。对此，李少先认为，本轮冲突相比过去可谓前所未有。以往我们说，这个加沙地带哈马斯也好，基哈德也好，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它无非是打火箭弹嘛，以色列进行空袭进行报复，它无非是这样的一个交手。哈马斯呢，实际上是够不到以色列的。那么前所未有，就是这一次哈马斯火箭弹的同时，他更大的注意力是放在了地面突击到以色列的这个境内海陆空。那么在以色列境内控制了很多的据点，包括他警察局、居民点、军事设施检查站等等。那么打死了很多以色列人，而且也俘获了很多以色列的官兵。包括我们在视频中看到的以色列一位少将也成了俘虏这样，所以这是前所未有的，以往没有这么大的动静。一场前所未有的冲突是否会对国际形势带来影响？李少先表示，虽然目前判断此次巴以冲突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还为时尚早，但他认为此次冲突对世界局势不会构成太大的影响。谈这个东西对世界局势的影响啊，我觉得有点谈得太大了因为巴以之间这个冲突啊，它现在的影响啊和当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巴以问题实际上长期以来已经被国际社会很边缘化了，我个人认为它扩大成地区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现在的中东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没有一个中东地区的国家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和以色列开战，国与国之间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这样一个事件呢它还是存在升级的可能。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这个火箭弹迫击炮弹，那么以色列也进行了报复。如果说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的冲突扩大的话，那事态明显的是扩大了。但是你说这样一个事态的发展对于世界形势、对国际形势产生重大影响，从目前来看这个对世界形势还构不成什么大的影响。